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豆哥游戏直播。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国外拳皇连招大神 Persona 刚刚开发的东丈的爆裂拳无限连招。那么我们看他能够打多少连呢？这里的话还是利用了系统上一个 bug 啊，爆裂拳然后再取消。这里的话在板边利用板边特性可以打出这种 bug 连招无限连。我们可以看到数字一直在飙升，现在马上突破100连了。那么东丈最高能打多少连呢？手雷冲锋再次吹飞，那保持对方一直在吹飞状态，从而才能实现高连段的伤害。好了，最后积累了2期超杀。喜欢的话，朋友们可以给咱们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